最后悔的就是你们这些叛徒，你们身为中国人是要反共，你们已经害死无数学生，还要恨学生。最后悔的就是你们这些叛徒，你们身为中国人是要反共，你们已经害死无数学生，还要恨学生。最后悔的就是你们这些叛徒，你们身为中国人是要反共，你们已经害死无数学生，还要恨学生。最后悔的就是你们这些叛徒，你们身为中国人是要反共，你们已经害死无数学生，还要恨学生。最后悔的就是你们这些叛徒，你们身为中国人是要反共，你们已经害死无数学生，还要恨学生。你们身为中国人是要反共，你们身为中国人是要反共。